我相信科技变革的加速将对未来的社会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技术变革的速度呈指数级增长，而这种趋势在未来可能会持续下去。因此，我们可以预见，由于技术进步，社会和文化将会发生更快、更剧烈的变化。一方面，技术进步有可能改善许多人的生活品质。是的，我认为未来技术变革的速度将继续加快。如果是这样，我认为这将如何影响社会和文化？未来技术变革的速度将继续加快，这将对社会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技术进步已经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随着技术变革速度的不断加快，影响将更加显著。科技进步将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互动方式。我相信科技变革的加速将对未来的工作和就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科技继续以指数速度发展，它将继续颠覆传统产业，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例如，自动化和人工智慧的兴起导致制造业和服务业许多工作流失，但也创造了数据分析、网络安全和软体开发领域的新工作。我相信科技变革的加速将对教育和学习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随着科技持续以指数速度发展，新的创新教学方法很可能会出现，例如虚拟实境、扩增实境和人工智慧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的教学方式。这些技术可用于创建沉浸式和互动式学习环境，使学生能够以新颖且令人兴奋的方式参与内容。我相信科技变革的加速将对交通、通讯和移动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在交通领域，自动驾驶汽车、电动车和共乘服务等技术进步有可能彻底改变人们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方式。在通讯领域，5G 网络、扩增实境和虚拟实境等技术进步有可能改变人们相互沟通和互动的方式。